大家好，我是明华合唱团的现任团长陈嘉文，感谢大家收看明华合唱团2020到21年度的年度音乐会。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影视金曲，从荧幕来到你我身边。我们希望能通过合唱的形式，为大家带来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玉琪，目前是明华合唱团的艺术总监。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全世界都在经受着病毒的侵袭，但这并没有打垮我们明华合唱团这群热爱唱歌的团员们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坚持在线上排练，一句一字都非常的认真，想把最美的歌声带给大家。在此，希望大家能从疫情中走出来，愿我们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快乐，也衷心感谢大家对我们明华合唱团的支持与热爱。
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。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。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，如何瞬间冻结时间，堕落了无边。记住望着我坚定的双眼，也许已经没有明天。面对浩瀚的星海，我们微笑得像尘埃，漂浮在一片无奈。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以外，命运却要我们为难中相爱。也许未来有人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。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否到达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。我的大脑为了你已经疯狂了，脉搏心跳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我没想到一双围在我胸口的臂弯，足眼抵挡天旋地转，天旋地转，一张执迷不放手的倔强，足以点燃所有希望。曾经似
唱过的歌，跳过的舞，爱过的人，读过的书，有过的欢呼，有过的痛苦，有过的在乎，有过的追逐，那是青春的结毒，留不住的岁数，留得住的心路，留得住的心路。我在时光的隧道里流渡，回味这段半生远足，唯有一片冰心还如故，那些日出的潮，日落的魔，过去的事，未来的路，有过的沉浮，有过的荣辱，还有的痛楚，还有的倾诉，终将相忘于江湖，悟不出世纪书，悟得出世教书，悟得出世教书。Thank you.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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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嘟嘟动也不能动，嘟嘟嘟嘟也要看着你，嘟嘟嘟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，嘟嘟嘟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嘟嘟嘟嘟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生命的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。嘟吧嘟吧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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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嘟，我怕时间太慢，日夜担心失去你，恨不得一夜之间摆脱，永不分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一张新的纸记得在哪里。嘟吧嘟吧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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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Thank you.
睡吧朋友，现在就该去睡啦。睡吧朋友，放下手机，该睡啦。三更半夜不睡是想休闲吗？休闲吗？赶作业赶到早晨也做不完的，快放下手机，明天再说吧。睡一觉，说不定有灵感啦。哒啦哒哒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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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睡吧朋友，睡吧朋友，睡吧朋友，再不睡就天亮啦。睡吧朋友，黑眼圈都出来啦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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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日日天天的我也不想的，不想的，这世界太过热闹，谁想错过，但现在放下手机，快睡吧，快睡吧，睡一觉，说不定有灵感啦，有灵感啦，睡一觉，灵感就回来到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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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thank you.
只剩下满面。